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同学，今天行师要我在佛七当中呢，跟诸位讲几句话，我也非常的欢喜。我离开大拉寺，转眼之间呢，有11、12年了。这么长的时间，虽然我多半的时间呢，在南洋，在澳洲，可是我相信，我给同学们仍然是每天都在一起。我们利用网络、卫星电视，大家在一起学习经教，互相的勉励，无论在什么地方活动，我们借着这个科学工具，让在全世界有缘的同学们都能够随时相聚。所谓有缘，就是欢喜学习。到时间呢，他就能打开电视或者打开电脑，收看呢我们这个节目。华藏卫视是每一天24小时都在播放。华严经讲到今天，我看了一下了，这个进度，大概还有2天就满4000个小时了。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缘分。华严必须要这个讲法，大众啊才都能够得利益。时间长一点没有关系，每一次的讲演都是圆满的华严经，这一点我想真正的修学的同学都能够体会得到。那么特别在最近我们插播了一段贤首过世的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，我们总共讲了48次，96个小时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贤首秉承杜慎和尚，杜慎和尚是华严宗初祖，很多人知道他是文殊菩萨化身。华严这么大的部头，他简简单单的用6个纲领就把修学的纲领念出来了，这不容易啊。从这个地方呢，让我们想到世尊30岁的时候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，
啊，我们中国人讲的明心见性。那性是什么？性是什么样子？啊，他在定中啊，宣说这一部啊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就是他所见到诸法实相。啊，而在1300年之后，中国出现了一个慧能大师。啊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的时候，他说了五句话。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；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；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；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无足就肯定了他。啊，将大摩祖师传来的一波啊，就传给慧能大师了。所以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讲五句话，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讲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这个地方我们要晓得，华严经讲的什么？就是这五句话。那这五句话，我们把那个问号提掉的时候，实际上是20个字。啊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那么全部华严经上啊，就是讲这五句话。啊，可以说能大师所说的五句，世尊所讲的大方广佛华严。这两个人说的言辞有简有广略不同，意思都是圆满的。那么怎么样啊，让我们后学能够齐入华严境界，这个大家关心了啊。入华严境界，诸位要晓得，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图啊。所以有人问我，西方跟华藏啊有什么关系？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，我就有个比喻，我说华藏世界呢就好像新加坡这个城市，极乐世界呢就是它最繁华的一条街道，叫乌节路。我说就像这样的关系啊，所以你到乌节路了，你就到了这个新加坡了，到新加坡了，那你肯定会到乌节路啊。所以是一不是二啊。那么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毗卢遮那化身佛啊，卢身那报身佛，释迦牟尼佛应身佛，一而三，三而一啊，啊，没有丝毫差别啊。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佛，毗卢遮那就是阿弥陀佛啊。十报庄严图是报身啊，因此这个望境还原观呢，对我们修净土的人来讲是大有帮助。那如果用华严这个方法加持，我们这一生往生呢，肯定都到十报庄严土。那一生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无生的啊。那什么境界呢？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初度以上的化身菩萨啊，这是我们
同学们要记住的，我们在这一生一定要争取到，其他的是假的。啊，这个地球是假的，娑婆世界也是假的，啊，六道轮回是假的，十法界一真庄严也是假的。啊，什么是真的呢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图是真的，纯真无妄啊！啊，希望我们认真努力，放下万缘，啊，在这个世间，修是好事情，不是坏事情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地方修行一天，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地方修行难，非常困难，你能有真正的啊这个力度的忍辱波罗蜜，你才能够修得成。如果你不能够忍辱，你一定会被淘汰掉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容易修，它只有进步啊，没有堕落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是大起大落。啊，你能够忍得住呢，就大起，大幅度的提升；你忍不住的时候呢，就大幅度的堕落，那一堕就堕到阿鼻地狱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理啊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《望经华严观》里面，最后教我们修行五执六观，执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。啊，这跟张家大师早年传给我的完全相应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看破，一定要放下。啊，那么这个华严观里面，啊，他跟我们讲有四德，这是自信的四种德行，很重要。啊，这是化身菩萨了，应化在十法界所实现的。啊，第一个是随缘。啊，随缘重要啊。我们常讲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这个我讲的很多。不变随缘是佛应化在世间，随缘不变呢是菩萨。啊，随缘里面学不变。啊，华严观里面讲妙用，妙用就是不变。啊，恒顺众生呢，随喜功德。啊，这个要学。啊，第二个是威仪有则。啊，那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给社会、给全世界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这是真修行。那标准在什么地方？标准是戒律。啊，戒律要从三个根去修。啊，我们佛教的根十善业道。啊，所以十善业道必须落实。啊，十善业道为什么做不到呢？那是我们的基础啊，疏忽了。啊，这个基础就中国从唐朝中叶以来，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，都用儒道代替小乘。啊，不修小乘了。儒就是《弟子规》，道呢就是《太上感应篇》。以这两个做基础，十善业道就很容易做到。做到十善业道啊，才是佛经里面常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。佛肯定你，承认你是他的弟子。如果十善业道没有，那佛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，就没有你的份呐，你不在里头啊。这一定要懂，啊，所以威仪有则，不要讲得太高，
我们讲扎根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无疑是行住坐卧啊，这就是规矩啊，要给世间人做好榜样啊。第三个它也非常重要，如何制止，这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我们的态度、言语、容貌、态度要如何。制止是什么？就是真诚，内心要真诚，外面要柔和啊。第四一条，待众生苦啊，要发这样的心。现在众生太苦太苦了，我们多吃一点苦头就是待众生苦啊，少一分享受，多吃一分苦就是待众生，念念不忘苦难众生，这样就好啊。从哪里做起啊？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，从我们的家庭做起，从我们的道场做起。啊，我们的功德在这一生当中啊，都能圆满。啊，我今天话不必讲多了，就讲到此地。啊，我们跟诸位法师大德同学们共同勉励，谢谢大家。